好，请他仔细看了。为什么这把要带征服者呢？等一下跟他一一道来。地主，可以。不抢。这牌就还可以吧？这把稍微有那个周润发的感觉了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发哥的感觉？不加倍。会算牌呀、啊。赶紧的，别搞啊！赶紧的，再搞挂机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打法？开局先拿个炸是什么意思？开局先来个炸是什么打法？炸弹！我操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过，要不起。炸弹！我操，这是什么打法？这是狂轰乱炸打法。炸弹！你又是什么打法？你王炸 ，pass 过，连队。我靠，这种牌的话，你让赌城过来打他也输啊！破产，你看破产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没办法，真的一点办法没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系统他是故意的。我觉得这个发牌员应该是暗中在操牌，可能我要举报一下。Q 接平 A 接 W， 接 A， 交闪 QA， 看到没有？完成了一波小小的单杀，这一波你学会了没有？当然，我跟他先讲解一下，跟他这个。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啊，咱们作为一名游戏主播，还是要给大家讲讲细节，为什么这把要带征服者。第一点，对面脆皮不是很多，战士比较多，肉比较多，像这种局呢，带征服者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带电刑，你看我这一波满血了，血满了，发现没有？谢谢乐总送的两个飞机，艾克一套是杀不死的，牛头不说了，哎，他也很灵活。这个阿木木带定型，我打不死他，但是我带征服者，我可以打死他，好吧 ？Q 一下，别急。征服者呢？咱们现在刮他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刮到他，我们是加攻击力的，好吗？可以触发咱们征服者的被动。再一下，往后拉，别怕，他打不过我，你信吗？错了，哥，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错了错了错了哥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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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了个T蟹了，这艾克他老是跟你打架就很烦了，常见来一个，其实我这一波没必要跟他打了。感谢乐总送的两个飞机啊，快速回城大法漂亮，吸不起来了，但是我们拿的是一血，兵线还好，兵线没有特别亏。他要跟你打架的话，咱们其实可以跟他打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带骸骨的，有点肉，跟他打吃亏。A Q A W 挖 A 往后拉，腐败药水烫，没烫死，差一点，这波给他烫死了。就很赚了，差一点点，可惜，又给他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先推一下。我这个带的是韧性啊，兄弟们，对面控制有点多，牛头的控加上谁的控呢？加上阿木木的控，我带韧性是相当好的。别急，咱们这个征服者男刀跟电刑男刀是有区别的，出装是有区别的。出装的话需要出一个死亡之舞是必出的。好吧，感谢七七虾的猪猪送的一个飞机啊。像这一把我们的核心装备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亡之舞。团战你会发现我死不掉，很难死，有吸血，而且呢有魔法抗性，一个 AP 两个 AP 三个 AP 三 AP 刚刚好，推一下。其实我应该出个提亚马特的，刚才出装备出错了，提亚马特是肯定要做的，因为毕竟咱们要偷鸡嘛，我们这英雄偷鸡是肯定要偷的啊，不管什么打法肯定是要偷鸡的。
先推一下，马上六了。翻墙，秀接平，再接平，接 W 往后拉，马上六级，他不知道点蓝 ，Q 升个六级，别急。好，翻墙追起来 ，Q 接平接 W， 漂亮，凯旋加个回血，可以。我们继续往前带，就爷爷说现在咱们可以玩电刑男刀，也可以玩征服者男刀，都可以，两种男刀都可以玩，根据阵容去搭配，好吧？推塔，推塔，咱们应该偷 F 六的，但是我现在这个装备偷不了 F 六了，我应该做个提亚马特的，提亚马特是必须要做的，这些装备太好了，对于男刀来说收益太高了。先推一下，刮他一手，我马上六了，给他打啊！我们回家了，咱们这一波是回家的，走，1022块钱，五级，他如果再装的话，其实我可以打他的。长剑，长剑，再来一个长剑吧，三个长剑，不着急。三个长剑，以我现在的伤害的话，一个 W 应该可以有机会清，两个 W 应该有机会的。走，兄弟们学一下这个征服者男刀啊，学一下，跟他这个简单讲解一下，好吧？想要学男刀锋的朋友呢，可以好好看一看。咱们现在。相互都是六级了，艾克的话六级肯定很难差，两条命，对吧？我们只有一条命，我们不要跟他打，跟他打没什么意义。然后抓人去了，这个时候六级之后抓哪一路呢？既然不知道抓哪一路，那就跟他互动互动。再 A 一下，好，征服者出发了，小老弟很危险的你。再 W 重置一下被动，他的血量危险，再 W 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阿木木在哪里啊？阿木木到目前为止8分钟没有露过头，来，我们现在一套应该是可以秒人的，阴一下，正好等 ADC， 漂亮。0-2-3玩的不咋地，应该可以直接秒，伤害好像差一点。哎，这一波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一波卡视野，我靠，这波戏啊！他这波卡视野往下边走，他知道我来下路了。回中路赶紧把线推了，出个提亚马特，走。苏苏送飞机了吗？谢谢七七虾的猪猪送的飞，苏苏没有送飞机啊，猪猪送飞机了，现推的。谢谢苏苏送的飞机啊，谢谢苏苏，苏苏是咱们这个直播间是我的一个得力这个女徒弟，吃鸡很强的。回家，闪现换闪现 ，Go。好走位，追不到了，追不闪现E烟雾弹，可以，提亚马特来了，睁眼带一个，谢谢残月送的飞机，谢谢苏苏又送了一个飞机，谢谢夜行天使送的飞机，谢谢咱们家女徒弟啊，到时候有机会来线下跟我一起做个节目可以吧？带你播个户外，不过分吧？谢谢把你的眼镜摘下来，我为什么要摘我的眼镜呢？我他妈是近视眼，我近视500-600度，你叫我摘眼镜，开玩笑你。推了，吃个塔皮。刀锋伤害够了，不差电刑那点输出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征服者打团就更强一点。他好像没有大，这艾克应该是代练。从他的对线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人玩的其实还可以，起步应该是有钻石水平的，钻石水平应该可能有。
啊，默默三级，我一套和一秒，他看好了。WQA， 哎呀，你看征服者回血，嗯，随便越塔。对面48刀，我87刀，我补刀还是比他多的。咱们这一波继续往前带一下，嗯，500-600度，你不戴眼镜开车吗？昨天主播戴的是隐形眼镜，啊，所以说今天戴了个框架眼镜，眼睛太难受了，兄弟们，好吗？天上飞机最高，地下眼镜最骚，飞机那个眼镜不能不戴尽量不戴啊，眼镜有点阻挡一个人的颜值了，好吧？但是有些人他戴眼镜会比不戴眼镜会好看一点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飞一下，嗯。好，1700块钱，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会问第一件出什么装备？出，默认不要出这把，咱们第一件做一个，默认不需要出，咱们第一件出一个幽梦之灵。为什么出幽梦之灵呢？肯定会有谁会问。幽梦被动增加移速，增加咱们的gank效率，而且呢，幽梦可以躲技能，开幽梦主动加速，躲技能，抓人、逃跑都可以，对吧？功能性很高。咱们这把的话，要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些装备，不要做那些爆发的装备，没什么意义。注意一下，嗯，主播尽量戴少戴隐形眼镜。直播间有些水友是奔着主播的颜值来的，肯定有，有没有？有的朋友扣个一，所以说为什么要带？走，偷个鸡吧。F 六，拿他一手，漂亮。现在准备跟他刚一下，等一下 Q 翻墙。W， E 过来，勾引一下，嘲讽一下，勾引。推一下，啊！如果对面控不是很多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换心了。W 一下，然后呢，打他一套。他应该是有闪现的，小心！我准备时刻放大的。我这一波闪现一个 Q 二，他也死了，但是我肯定也会死，所以说没必要打他，推线就行。他可能会闪现 EQ 我，你下象棋必备指指点点。嗯。我是奔着你的技术来的，可以。终于有一位水友说了一句人话，奔着技术来的。确实，作为一名技术主播，你不奔着技术来，感觉对于我们这种游戏主播是一种侮辱。来个删除血，再来个黑色切割者。其实我们下一件可以买个黑色切割者，可以买。嗯。但是亏吗？肯定是不亏的。这把可能大家看不出这个征服者的一个那个优点，因为这把队友都很优势，对吧？但是这把如果是队友都是逆风，我们这把是可以一打五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好了，刀妹，我这一波带征服者，我就不怕刀妹了。确定吗，朋友？好，上当了，好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先杀一个征服者回血，然后继续追，开喝药加速，翻墙加速，他可能在等他的大，再翻墙。好，他给我来秦王绕柱是吧？可以，绕柱啊，绕啊，交闪，在准备，这人还准备秀操作呢，这个人啊，你好像个魔教非主流，你准备还想秀咱们？下路有征服者，不用怕他。翻墙 ，Q 接平 A 接 W， 交闪不杀江湖规矩，看能不能继续追。哎，没有塔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？Q 接平 A 接 W 挖他 ，A 再回个血，然后呢，
还有人说主播我是为了吃饭而来看你直播的，哎，吃饭也太久了吧？那我是你的衣食父母，那你赶紧喊声爸爸吧，好吧？那我是你的衣食父母啊，你 W。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！好好勾，推一下，往回拉。他有大的，哎，点燃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一点。啊，木木来了，啊，木木来了，啊，木木来了。嗯，偷一组 F 六，不急啊。我觉得兄弟们，咱这个征服者玩刀男刀玩的不是很多，你们觉得这个装备的话第几件出性价比会高一点？是在出装顺序，其实我玩的场次不是很多，在第几个地方买性价比会高一点？漂亮，回血溜了。我来看一下，需要改进一下啊！猛男冲击231滴血，黑切来一个。现在我们是30的 CD， 做个死亡之舞40的 CD， 也就说，这么做的话，木刃可以舍弃了，感觉，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感觉这么出的话，从 CD 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这个木刃其实可以不要了，有一说一。第一件做黑切，第二件做死亡之舞，咱们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做的，对吧？会强一点，不然你先做幽梦的话有点拖节奏，懂吧？因为黑切配上木刃的话前期是很厉害的。有 CD QAW 刮他一下，别急，追他 A 级提亚马特往回拉，有韧性，别怕，再 W 一下 Q 回血，拿组核桃蟹，核蟹拿一个。三项破败，征服者要买三项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说木刃刺客不出木刃出什么？我们带征服者，我们就不是刺客了，我们是半刺客，怎么？阴一下，翻墙，幽梦一开死了你 ，Q 接平接 W。哎呀，直接当场去世！三项要出啊？不可能吧？出三项就过分了，三项这么贵的钱，这么贵的装备适合我们这种屌丝出吗？那你这个我要点名批评一下你了，对吧？三项是高富帅出的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屌丝，溜了！牛头不会闪现来顶我吧？翻墙来救一下！翻墙，那就直接来一个反线逃跑了。对不起 ，Q 小兵位移，溜了，刀妹来了。翻墙，回血，翻墙，翻墙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发现很肉，兄弟们？回去，我靠，太吓人了。背景故事里面，刀锋是个屌丝，这么贵的装备出不起的，怎么便宜怎么来，知道吧？得出一些便宜的装备才适合我们这种这个用。来个减 CD， 再来一个针眼，走，还可以。请主播不要侮辱我屌丝，我就是屌丝。这什么是侮辱呢？这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，是不是？扫描开一下。有人说主播看了你的男刀，我从钻石打到了王者，可以。那你不是应该送个飞机感谢一下吗？讲道理，你如果上了王者，看了主播上了王者，从这一刻开始你就变成一个手艺人了，你可以通过你的双手可以挣钱了，好吧？王者是可以挣钱的，
把中塔给他拿下，中塔，中塔。嗯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一个狠了，推一下。嗯，我们去下路带个线，应该还可以吧。飞了，好，机会来了，先杀谁呢？先把刀妹杀了 ，W 铲 Q 啊 A， 先杀一个，然后韧性很高，幽梦开起来回个血，点燃一下 Q， 300块到手，先推塔，先推塔 ，Q 300块，可以，三杀一不小心拿了一波小三杀翻墙，再 Q 接平接 W 往回拉，再 A 我征服者连。老妈，我饿了。